Hello，小朋友们好，这里是乐天玩具，很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。今天我们要和我们的小公主们一起来玩这些水舞珠珠。我们要用水舞珠珠来做些什么呢？我们用这些水舞珠珠呀，来做一杯非常漂亮的鸡尾酒。我们先拿出一个小杯子。然后我们先选颜色吧，先选一个黄色的。第二层呢，我们用一个紫色的。再里面加一点点的水，第三层呢，还是给它加黄颜色。在里面加一点点水，色的中间有一些紫色的。再加一些蓝色的进去。在蓝色的上面呢，也加一点点的水。一层黄色，一层紫色，上面还有一层蓝色。蓝色的上面，我们再给它加一些红色的。
试一下。再放一个小吸管。一杯漂亮的鸡尾酒，我们就做好了。哇，可以请我们的两位公主来品尝喽。好了，我们今天的视频就播放到这里了。喜欢我们的，不要忘记关注和订阅哦。我们下次再见啦，拜拜。